对唱双方为正方两名裁，正公会两名裁正裁。而反方系协恩正裁。而家就由我嚟介绍双方嘅辩员，而主辩正方主辩潘善仪。第一副辩刘晓婷。第二副辩王欣。而结辩系刘卓谦。反方主辩是梁家欣，第一副辩是曾楚文，第二副辩是傅永伦，结辩是梁晴颖。我哋好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嘅赛事评分，佢哋分别系崇祯书院粤语辩论队总顾问罗思华老师，而第二位系蔡胜龙，而第三位系华英中学辩论队教练徐淑文小姐。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共六個環節，發言時間是四三三四，公辯則為每方兩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會有一叮作提示，夠鐘則有兩叮作提示，超時十五秒則會有連叮幾下。而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布咗俾各參賽學校，請問將軍有冇問題？冇嘅話，而家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三分鐘，你有四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冇問題嘅話，可以請先向第二位主持人。优先座就等同老人专属座位，从以上事例可见，
引起批斗，仲令年轻人故意霸占、关爱座，完全同目标背道而驰。其实正如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嘅吴其康所讲，关爱座强迫年轻人对佢哋讨厌嘅老人家进行关爱，更加强化咗老人家嘅弱者角色定型。想问刘芳，系咪所有老人家都需要咗呢？如果唔系，关爱座呢种标签又有何意义呢？第二，无视隐性需要，胡乱批斗，批斗事件长咗加深咗两代矛盾，无视实际情况，强迫年轻人批斗，强迫年轻人服务老人家之外，更加令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冇办法得到座位。香港零一响入旧年四月嘅报道就引发引述一个年轻人，一个台湾年轻女士患有癌症，接受化疗之后好虚弱，结果坐咗佢之后，俾一个推住婴儿车嘅妈妈同一个阿伯批评，关爱座嘅优先标签先错误包含所有嘅老人，又冇办法覆盖所有人有隐性需要嘅人。呢单案就话好彩可以冷静解释到，最后最惨嘅案例莫过于系有隐性需要嘅年轻人。首先失去了對他們有幫助的座位，又要承受其他乘客的拍片謾罵、起底騷擾。幾日前在星島就遇到一個年輕女士，因為經痛需要坐關愛座，被一個扶人要求讓座，原因是因為自己已經18歲，再直接謾罵對方不屬於這個座位，不屬於這個痛女士，亦表示是自己的呢種，多謝。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9秒，無超時，無需扣分。今次為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有方同在座各位，大家好。關愛座又稱為優先座，設立目的係為了推動關愛文化，鼓勵市民讓座俾孕婦、病患者、老人、殘障人士、負傷者等有需要人士。現時唔少國家，例如台灣、日本、英國、韓國等地，都以唔同形式或規例推行關愛座。而喺香港，自2009年起，港鐵係車廂劃定座位為優先座。2011年起，九巴、城巴、新巴同樣引入關愛座。要注意的是，取消是指全面廢除，即社會上一個關愛座都不存在。今天友方最大亮點是關愛座引發批鬥，而逼人讓座其實不局限於關愛座，是否取消了關愛座，不讓座的人就會完全不受到批評？對方需要論證。再者，社會出現爭議是因為部分人不夠了解關愛座，為何不是應該宣揚正確的關愛意識，而是要斬腳趾避沙蟲取消關愛座呢？而今日要衡量取消關愛座係咪利大於弊，就要睇關愛座實施以嚟能唔能夠達到設立目的，為社會帶來好處。而政方如果要正立辯題，則需要論證關愛座嘅存在對大眾造成嘅普遍負面影響，以至有必要取消關愛座。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關愛座能夠幫助到有需要人士，提升乘車安全性。在未設立關愛座之前，社會普遍讓座意識薄弱，未能夠關注到有需要人士，增加他們乘搭交通工具時的風險。以老人、孕婦為例，他們行動不便，長時間站立會對身體造成沉重負擔，而關愛座正能對症下藥，透過座位上印有優先給老弱婦孺使用的特別標示，鼓勵公眾能讓座給有需要人士，保障他們的安全。再者，關愛座的設計是靠近車門位置，方便乘客上落。例如長者或者孕婦因為趕住落車，容易同人發生碰撞，當他們坐在車門位置的關愛座就能減低發生意外機率。以九巴為例，九巴關愛座設計小組成員指出，在關愛座實施一年之後，2011年涉及65歲以上的長者在巴士意外總數比去年減少10%，長者巴士內失平衡的個案更加減少1倍。可見關愛座能夠保障有需要人士的安全，有存在的必要。第二，關愛座能夠宣傳關愛禮讓文化，提醒大眾關懷弱勢。在未設立關愛座之前，很少港人會主動讓座，
設立咗關愛座之後，唔單止喺地鐵、巴士度黐上有標誌嘅關愛座，更加喺宣傳標語同廣告配合之下，提醒社會關懷其他人。同時，關愛座嘅設立更加令市民方便實踐讓座行為，長遠有助市民培養讓座習慣。因此，關愛座正正能帶出關愛信息，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嘅概念，鼓勵大眾建立同理心，對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逐漸形成一種關愛禮讓嘅社會風氣。今日有方覺得關愛座照顧唔到部分有需要人士，唔通取消咗關愛座，社會就會更加關注佢哋嘅需要？相反，取消關愛座會降低市民讓座嘅意識，社會唔再關懷有需要人士。以日本為例，行走大阪、京都、神戶等地嘅白急電車，喺1999年曾經廢除優先座，改為全席優先座制度，希望能夠達到人人讓座嘅效果。然而實施之後，發現市民唔再讓座，完全唔能夠發揮所提倡嘅讓座精神，結果都係恢復翻原先嘅優先座制度。由此可見，喺社會需要關愛座嚟推廣關愛意識，否則社會只會變得冷漠，失去關愛禮讓嘅文化。最後請問友方，社會需不需要照顧有需要人士？取消關愛座之後，如何保障有需要人士的乘車安全？多謝各位。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辯辯環節，辯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辯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辯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辯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我要特別留意的是，填寫辯辯分數時是要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的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而現在由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辯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的辯員接受質詢。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充分計時完事。友方，我想問你，是不是所有被列入關愛座幾個標籤的人就等於一定有需要坐？咁其實關愛座只不過係鼓勵人哋讓座，唔代表其實。友方同學，我係問你，係咪所有嗰幾個標籤人都有需要坐喺關愛座？咁只不過我哋優先讓座俾佢哋。或者你哋覺得唔係所有，即係嗰幾個標籤嘅人都有需要坐，咁嗰啲標籤嘅作用喺邊度？咁嗰啲只不過其實關愛座本身嘅原意就係人人都有得坐，只不過如果遇到我哋呢四支健全嘅人，如果見到呢啲有需要人士嘅話，就優先讓俾佢哋坐。好，有方第二條問題，你哋承唔承認批鬥問題係關愛座設立之後出現嘅弊處？咁其實如果社會批鬥，其實就算我哋冇咗關愛座嘅話，佢依然都會存在嘅，因為呢個係社會常態。即係你覺得咧，關愛座唔係關愛座出現之後，唔係令到批鬥問題嘅一個問題出現啦。咁批鬥嘅人惡意攻擊都唔算係弊處，咁有方覺得乜嘢先係弊處咧？咁你啱啱所講嗰啲批鬥問題，其實真係社會常態。就算你取消咗關愛座嘅話，都唔會冇咗呢個問題存在嘅。哦，即係你哋諗住呢啲批鬥問題點樣解決咧？即係關愛座而家出現咗之後，都繼續有令到批鬥問題更加嚴重喎。其實係社會某啲部分人係扭曲咗關愛座本身嘅原意。有方同學問你要點樣解決呢啲批鬥嘅問題？點樣令到佢哋可以舒緩？咁其實我都講咗嚟針對一次，就係話其實就算冇咗關愛座，呢啲社會批鬥依然都會存在。今日唔係因為關愛座嘅存在而有社會批鬥啊嘛。但問題而家就係關愛座出現咗之後，批鬥問題更加嚴重啦。你哋諗住點樣去解決佢哋，或者係舒緩佢哋咧？都話咗，其實都話關愛座根本就唔係因為社會批鬥而存在。係本身批鬥問題就係佢存在咗關愛座，就令到佢更加嚴重喎。你哋諗住點樣去令到佢冇咁嚴重咧？咁其實就冇關愛座嘅話，咁社會批鬥根本就唔係一件社會，係一件社會常態。根本你或者有方覺得咧，批鬥係冇問題嘅，即係覺得有關愛座啦，令到佢有批鬥啦，就對方已用盡其發言時間，跟住輪到反方辯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反方辯辯開始，你有2分鐘的時間，請計時完事。
有冇同你好關愛喺社會入面重唔重要？關愛重要啊！好咁關愛咧重要，咁我哋應唔應該推崇？應該。咁我哋今日咧取消關愛措施又點樣推崇？咁同今日我哋今日要推崇嘅原因就係因為要關愛，但係你而家關愛正正就係引起批鬥喎，點樣關愛？我今日有觀眾話批鬥問題，所以有觀眾取消關愛措施如何解決批鬥問題？取消關愛再如何解決批鬥問題？而家就係因為關愛再加重咗一啲。唔係啊，關愛取消咗之後解唔解決到先？解決唔到。好，解決唔到，即係取消咗之後冇利。仲有觀眾成日，好我哋再嚟睇下有觀眾提嘅論點。今日有觀眾話咧，關愛再咧會引起咧特權嘅問題。今日有觀眾話咧，關愛再邊啲標籤列明只可以俾路人使用咧？唔係有觀眾話以前關愛再標籤係咪只係列明俾路人使用？唔係啊，但係而家人性需要嘅。好，唔係淨係列明俾人老人使用啦，隱性需要人士可唔可以使用先？可以使用，但係可以使用，所以呢個唔係關愛在本質上面帶嚟嘅問題啦。最尾有觀眾話啦，有觀眾今日話咧，老人係冇需要人士係咪？老人係有，老人係有需要，但係有隱性人士都要需要咯。好，所以有觀眾咧承認老人有需要啦，先麻煩有觀眾去長保出手錢呢個位。於是有觀眾同我哋講話隱性需要人士咧用唔到，所以有觀眾取消咗之後，隱性需要人士如何使用到先？取消咗之後，隱性人士咪可以根據你自己需要坐低係坐喺上面咯。但係有觀眾你哋而家關愛在。今日有觀眾咧，主編嗰度提出咗一個台灣少女有患癌嘅例子啊！我方見到咧，其實當呢位少女提出自己有需要之後，同樣能夠出現之後，呢個係咪關愛在嘅成效啊？但有觀眾你啲成效有幾多先？你哋有冇數？唔係有方需要論證，今日究竟係隱性需要人士坐唔到嘅普遍性有幾多？呢個係有方需要論證嘅。即係想問有方圖啦，消除咗之後，係點樣可以幫到有需要人士呢？我哋有方圖，我哋俾例子，我哋俾例子你咯。就喺台灣有一個雙下支血管瘤，唔能夠持續企喺度嘅人，佢就唔搭下地鐵嗰陣就唔舒服，就佢就想。有方圖講嚟講去都係孤立，所以行家方圖係俾論證幫各位。有方叫做其他專家。現在以公平環節結束，到正方一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香港人嚟講，反而其實呢啲標籤最終係會令身
搞到佢需要判斷人坐關愛座嘅資格。其實咧，今日有封同學咧，其實今日有封同學你哋取消關愛座，唔係我哋個法案，其實就會令到座嘅。所以其實今日犧牲部分人，所犧牲部分人係咪只會令自發犧牲嘅人所謂就受壓就得唔得？正方因故發言時間為2分5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輪到反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即刻計時。有方同學在各位大家好，簡單歸納有方立場。今日有方因為兩個論點嚟推翻今日嘅立場。咁我哋睇緊第一個先，咁有方因為社會嘅矛盾，所以就認為要取消關愛座。因為喺社會有老人家嘅指路賣路，而話今日有方只係舉出一啲鋪例，從來都冇論證到指路賣路喺現實情況下嘅普遍性，跟住一言不請論證清楚。最後長者今日咧係咪社會上每一個長者都係指路賣路先？今日係咪取咗關愛座之後，指路賣路情況就唔會發生先？有方都需要論證清楚。再者，我哋見到台南咧原來有火車係冇設立關愛座，但依然有年輕人因為冇讓座俾長者而俾長者去公審啊！所以我哋見到今日有冇關愛座都好，如果呢個長者唔合理，如果呢個長者係想照賣到嘅話，由呢個情況依舊出現呢個問題，唔能夠歸於關愛座。第二啦，今日我哋見到其實關愛座從來都只係鼓勵市民去讓座，而家有部分朋友唔在關愛座嘅原因，唔通呢個係關愛座本質上大嘅問題咩？我見到關愛座本質咧係叫你去譴責啲唔讓座嘅人咧。我哋再者係咪冇咗關愛座之後道德上嘅問題就唔再出現先？係咪冇咗關愛座之後見到年輕人唔讓座就冇人鬧佢先？台南咧有火車，頭先嗰個例子都講過，其實我哋見到有冇關愛座都好，依然都有網絡審控，因此呢個問題都唔應該歸因於關愛座。相反，有方需要論證嘅就係、是，唔通社會一旦出現道德審控嘅問題，呢件事呢、這個措施就應該全部被取消咩？第二啦，今日有方咧好執著呢個人性需要嘅人士嘅問題，佢覺得因為關愛座未能夠幫助到呢班人性需要嘅人，例如會經痛嘅女士，或者係癌症病人，有方朋友都識講呢個例子，就話台南一個女仔，佢係本身坐嘅關愛座，當佢坦白咗癌症，解釋咗自己癌症嘅時候，其實佢咪又係繼續可以坐喺關愛座嗰度。跟住我哋可以見到，其實關愛座當地有方承認，其實關愛座已經能夠幫助啲有明顯需要嘅人士啦。咁其實關愛座從來都冇標榜到話要幫助邊幾個人士噶，其實我哋從來都冇話關愛座係老人座噶嘛。關愛座係只要有需要嘅人士喺度就能夠得到幫助。因此啊，係咪今日取消咗關愛座之後，有人性需要嘅人就能夠得到幫助先？會唔會取咗之後，呢班人性需要嘅人更加得唔到幫助？有方亦都喺度需要解釋清楚。所以嗱，其實冇辦法幫助到人性需要嘅人士，呢個都唔係關愛座本質上大嘅問題。人性需要嘅人士，佢講出需求嘅時候咧，市民都願意幫佢哋。今日有方一會就舉出咗一個反方案，就話我哋應該用根據呢個加拿大嘅方案咧，就由呢個罰款再加埋關愛座。但其實有好同學從來都冇反對過關愛座嘅存在過，因為佢喺有關愛座嘅存在下，今日有方咧話要加入呢啲細節。咁好啊，咁我哋見到其實有方同學承認咗關愛座係有佢嘅必要性，係需要存在，係有佢嘅利處嘅。再各位，功能上咧，關愛座能夠保障到有需要嘅人士喺乘搭交通工具時嘅安全，有別於普通座位，佢靠近車門嘅特點，更加能夠進一步咁樣便利有需要人士。呢個咧係有方同學從來都冇回應過㗎。而喺配套上，關愛座連同嘅關愛標示、廣告都能夠提醒到市民去讓座俾有需要人士。因此啊，當關愛咧係關愛座係俾到市民去實踐體驗關愛精神嘅工具時候，點解今日有方同學因為一啲能夠未解決嘅問題，又或者根本唔係係屬於關愛座本身嘅問題而取消關愛座咧？多謝各位。發言時間為3分02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正方二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有方公辯的時候就跟我方說批鬥問題不是因為是
關愛座出現嘅嘢本身都有啦，關愛座之前咧其實都有批鬥問題，係冇錯，未有關愛座都有批鬥問題，但係而家就係關愛座設立咗之後，就連批鬥問題更加嚴重啊嘛！有方同我哋講，我覺得係常態嚟㗎，冇問題嘅。問你點樣解決，你就覺得一句常態冇所謂，冇問題。咁我就想問下你哋啦，咁你哋啲批鬥問題係咪諗住關愛座設立咗之後就更加令佢更加嚴重咧？跟住而家嘅網絡輿論就係因為呢個關愛座設立咗之後，令到佢扭曲極端一面倒啊！只要你唔讓座，只要你係坐喺關愛座，你好似你貌似望落貌似一個年輕人係健康嘅，無論你係有隱性需要定係你係有一個實際嘅需要，只要你坐咗喺度，都會俾人批鬥啊嘛，係唔會有人理你。究竟係咪真係有病啊？原來有翻就有得啲批鬥嘅輿論咧，就去傷害你啲人嘅。同埋咧，而家我方所講嘅隱性需要咧，係表面特徵睇唔出嚟嘅。可能女性有經痛或者有一啲隱性嘅疾病啦，有方係覺得話係關愛座係都可以幫到嘅。但係而家就係令啲關愛座就係幫唔到啲隱性需要嘅人啊嘛。同我方講過啦，喺幾日前《星島日報》就係一個因為有經痛嘅人而坐低啦，之後俾一個68歲嘅一個中年婦女就要求佢強制佢企起身啊嘛。而家咧就係有另一個例子，就係一個雙下支血管瘤，就係呢個疾病係唔能夠持續站立，而家踎低等救助，但係表面係睇唔出嚟嘅。但係咧，而家呢個患者咧，佢喺台灣嘅時候，佢搭捷運，佢坐低咧都會俾人望住，係俾人望住，然之後佢默默咁樣企翻起身，一直企咗喺度啊。同埋台灣有間年輕女性客咧，喺台灣巴士瞓著嘅時候咧，手機就要過住呢個走馬燈啊，佢寫住話需要讓座就請叫我啊。而家係一個隱性需要，但係而家佢仲要用呢個燈咧去話俾人知，如果讓座就企起身啊。可見坐喺關愛座之後擔心俾人批鬥嘅人大有人在，而家。就係因為關愛座之後咧，佢哋呢個讓座嘅風氣係大為扭曲嘅，同埋而家我方所講嘅加拿大方案咧，係取消咗關愛座之後去行佢咯。而家係有啲乜嘢執係比執法係更加完善咯？有方所講嘅教育啊，或者係鼓勵等等，有乜嘢係比執法係更加令到有人更加令到有需要人可以坐喺呢個關愛座？所以今日原來點成啦？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在座大家好，其實今日咧在座第一嘅辯題咧，今日有方同從來都冇提出過咧，關於取消關愛座之後所帶嚟嘅利處噶。今日有方同意咧，關愛嘅政策係需要被推崇噶。今日方同意咧，老人家又或者傷殘者都係有需要人士噶。今日有方從來都冇論證過取消咗關愛座之後，啲精神點樣被推崇呢啲嘅，我哋嘅點樣去即係照顧呢啲需要咧？今日方話執法，但係執唔係正正切合咗我哋今日話我哋設立關愛座，點解俾一個劃開嘅阻俾佢哋？需要咯，我都睇唔到今日點解有方同學仲要反呢條辯題，但係唔緊要啦，今日睇下有方同學所提嘅弊處咧，究竟成唔成立咁弊？咁一啲弊處咧，係咪真係根屬於，同埋真係關於關愛座本身帶嚟咁大嘅問題，同埋可唔可以被解決？今日方同學咧，因為有爭議咧，咁所以咧就取消關愛座。但係拓翻有方同學今日嘅邏輯啊，其實關愛座同學咧本身讓座係一個好事嚟㗎，等我俾人告得審判咧，今次就取消關愛座啦。好似我分一半先講嘅例子，其實嗰個人俾人批評咧，係俾批評我唔讓座。批評重點其實只係唔讓座嘅行為，而唔係關愛座本身嘅時候，咁點解今日我哋取消關愛座咧？只不過有啲人唔識得，即係啲人對關愛座呢件事又唔介意取消，我方成日睇唔對，我方唔係邏輯。第二，今日有分同學就話啦，因為老人家咧就覺得呢件事有特權啊，所以佢自我賣我咧，就令到呢個風氣變得更加差，所以取消關愛座。但我方應該同人哋都覺得，只不過係一部分嘅老人家可能對關愛座呢件事有誤解，而關愛座嘅本質咧係想人哋鼓勵啲人去優先讓座俾啲有需要嘅人士。我方睇唔到嘅係。要優先照顧翻有需要嘅人士，發揮呢個關愛精神。喺社會中或者喺呢件事帶嚟咩弊處咧，根本都從來冇論證過噶。我方覺得今日有方唔係知，因為部分人流今日呢件事就要取消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本末倒置噶。其實我哋唔加強嗰啲教育、嗰啲宣傳嘅時候，去到最大化啲關愛嘅功效嘅時候，咁樣唔得更加好，
即係就長線嘅梗係講唔到啲行為。第三，公民風行就話我哋咧漠視咗隱性人士嘅需要。但正如我方一副所講，其實公民就舉一個男性嘅例子咧，其實我哋先見到嗰個女士出咗聲之後，就可以依舊採取關愛罪嘅例嘅位置上面。咁我同佢論證過，取消咗之後，點樣隱性需要嘅人係點樣可以確保佢哋有位坐咧？咁唔係有乜人都冇反對過咧，咁樣有需要人士都可以坐嗰個位嘅時候，我方聽唔明今日關愛罪呢件事咁大利便利嘅時候，點解有方會堅持？對住取消呢件事咧，我方睇唔到。另外，其實我方都有見到，其實呢啲措施都可以優化噶。譬如南韓咧，禁將咧就可能有啲食客咧減個掣，就有啲人就可以知道咧佢入庫嚟緊，都可以咧令到佢優先坐低呢個時候。呢個就係嘅關愛在特別為佢哋帶嘅效用。點解有方同埋覺得，既然可以優化嘅時候，我哋又可以取消咧？咁我方同埋話咧，傷亡嘅數字咧，有方就話因為有個老人家用腳踢向親嘅，但係第一都係防止孤立，第二咁係將個老人家背偏激明係關愛在本身帶嚟嘅問題。咁我方就同我方嘅論點㗎，我方提出咧關愛在1998咧，佢推關愛之後咧，其實佢喺關愛政策寬敞嘅時候，的而且確咧，佢喺巴掌針巴士入面失平衡嘅數字咧係大減咗一半㗎，所以點解其實關愛功能上面有好處，令到我方喺關愛政策嘅時候，我哋今日唔需要取消關愛政策咯。反方議會發言嘅時間係3分0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完畢，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嘅剩餘時間。該方係可以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問，該辯員所屬嘅一方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問題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有方派出，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問。如果可以係計時如是。但原來今日有方同學咧就覺得批答冇所謂嘅，仲有道德標準，就想問你哋啦。咁嗰啲俾人批答就傷害嘅人點樣算咧？唔係，今日我方唔係覺得批答冇所謂，而係有方要論證緊取消關愛座之後批答對於批答呢件事有咩利處嘛？而家就係關愛座實施咗之後，批答問題更加嚴重。取消咗關愛座，起碼令到啲批答嘅問題減少。同埋有方同學啱先嚟講話，覺得批答係個社會常態嚟嘅。我方面嘅政府已經提出咗啦，台南嘅例子正正見到，即係指務方向上同樣批答問題，如何減少咧？我方見唔到啦。再者係問翻方台先，今日關愛座咧近門口啦，係咪方便咗有少人士上落？有方同學講話台灣咧，但係2016年咧，台灣就係網絡就係有呢、這個就有呢個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呢、這個聯署，就係要求要取消關愛座。佢哋就覺得坐喺關愛座上面有好大嘅輿論壓力，所以就希望可以取消咗佢喎。咁我哋見到地帶政策研究中心都指出，原來香港有60%咧都絕對唔贊成網絡公審，所以問翻有方嘅地址追問，究竟咧當呢個關愛座係更靠近車門時，呢個特點又該如何去解決？好啦，你都先我哋唔要網絡公審，取消個關愛座，可以唔好網絡公審咯。我方嚟講，加拿大警察有方台又唔回應我哋咯。咁有方台好直線邏輯㗎，佢哋一路同我哋講咧，話冇咗關愛座咧就會冇網絡公審，但有方台今日全場冇論證過啊嘛。凡先方台嘅自由辯論環節咧，同我哋論證究竟取消咗之後有咩利處？有方台承唔承認關愛座真係會加劇咗網絡公審咧？唔承認，因為今日批留嘅從來都只係一個唔讓座嘅文化，我覺得有冇關愛座咧都係話批留成分嗰個。有方台冇論證，關唔關愛座啲咩事？再想問有方台啦，人關愛座設立一定係近咗門口，定係寬敞咗？有980都減少咗意外，減少一半啦。咁我見到食客喺邊度，處長幫我哋點達到呢啲效用咧？有分台提近咗門口，但有隱性需要嘅人坐唔坐到先？好，有分台佢啊，佢哋同我哋講咧，有明顯需要嘅人坐唔到，隱性需要先坐，唔係有明顯需要嘅人坐到，隱性需要先坐唔到先。所以問分台啦，但我哋冇咗幫佢坐之後，隱性需要人士係咪真係坐到咧？我覺得咧，原來咧，而家關愛座入面嗰幾種標籤嘅人先坐得，你完全係冇諗過隱性需要嘅人點算？問題而家就係而家標籤上面嘅人未必係個個都需要。我想問有方同學啦，係咪個個老人家都需要坐嗰度先？嗱，我哋只不過關愛座呢啲係呢四種人士比較優先使用啫嘛。咁但係其實唔代表話所有人都唔坐得過。再問翻你哋老花姨講到嘅，其實而家長者喺呢個巴士入面都平平過，已經減少先。減少一半啦，咁如果老人家靠近車門位置，係咪可以減低風險先？車門位置需要嘅人點算咧？咁今日我哋關愛座從來都唔係標榜話得個四
嘅人就能夠咁啊！我哋見到今日有風台咧，你哋個靠車廂位置個凳點解又唔認到？咁今日我哋同你講話，原來有有聲需要嘅人都能夠幫助到佢，只要佢哋願意出聲嘅話，市民都願意幫助佢哋有風台。究竟你除咗幫助之外，呢班有聲需要嘅人點樣幫助？有風台你靠緊車廂門口有咩需要啫？其實有聲需要啲人都坐唔到，或者翻加拿大機制，佢哋加拿大機制唔讓座位就罰款，呢啲咪就係最好嘅方法咯。哦，咁所以我都明白啦，讓座呢件事就係你推崇嘅，咁所以咁點解要取消幫助座，而唔係咁樣咁更加發揮到幫助精神？就係因為幫助座，所以先發揮唔到幫助精神啦，有冇？今日幫台台地用加拿大嘅例子，但加拿大其實係咩？將幫助座推到全車廂都係，然後全部人都唔敢坐咯。係，而係加拿大而家咧，只係因為如果有需要嘅人民向關愛座坐，關愛座上面嘅人，如果佢唔讓座先要罰，並唔係話所有關愛座將會成為所有關愛座啦。一方講，我今日加拿大嘅例子同我方今日喺香港見到嘅例子有咩唔同先？咪又係有隻需要嘅人咧，你去問有坐喺關愛座上面嘅人，咁嗰個人會讓座嘅時候，佢今日有幫忙，有隻需要嘅人都能夠幫助到嘅喎。咁反問翻第三面追問，今日咧我哋見到喺巴士上面設立咗呢個更加近到車門嘅呢個位置，咁係咪更加能夠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士先？首先咧，有方同學係覺得咧，關愛座設立嘅，因為坐得靠近車門啦，然之後係可以幫到有隻需要。但我方已經講話有隻需要嘅人幫唔到，因為外在特徵唔明顯啊。我方啱啱一而再再而三咁講過，就係因為肩痛而要坐低，但係嗰個大媽就係因為要求佢企起身，而家就係因為有人佢外在特徵唔明顯就冇得坐，無論你個關愛座坐喺擺喺邊度，甚至你擺喺門口嗰度都唔會俾到有色需要嘅人坐低啊嘛。咁其實你已經講咗，其實我哋而家嗰四種如果比較明顯嗰啲人，其實你係即係需要關愛座啊嘛。咁如果呢啲係隱性需要嘅人，咁佢哋可能可以提出佢哋嘅要求，咁一樣照有人俾佢坐㗎。咁問翻啦，其實係關愛座咧呢啲咧，其實都更加面對有需要人士嘅認定先。你覺得係咪關愛座就只一個四種標籤嘅人先坐啊？從來都唔係，因為羅湖咧，除咗關愛座唔係，我都見到啦。日本取消完之後咧，其實佢都恢復翻關愛座噶。點解恢復完之後，其實93%嗰個承認可以讓出關愛座俾有需要嘅人先？所以取消完關愛座就邊度冇咗？頭先咧，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話日本啦，但問題而家就係啲隱性需要人真係幫到你哋，只係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同我哋講幫到，但係點樣幫到佢哋？係咪關愛座唔取消，佢哋就坐多落去咧？咁我哋啱先嘅我方所講嘅例子，你哋又點樣解釋咧？我方講咗隱性需要嘅人取消，並且其實咧關愛座已經發揮緊佢本身嘅意義就，我方見到取消之後再問多次啦。其實取消完之後都恢復翻嘅時候，日本都恢復咧就93%嘅人都承認可以即係讓翻啲嘢有俾佢需要嘅情況下，邊個唔好？反方已用盡其發言時間，正方剩餘28秒，可自由派出辯員發言。結束，先由反方見面。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
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有分台由開面到自由辯論，都舉咗好多同關愛財有關嘅問題。但今日有分台咧，同埋討論就過緊徐小姐咧如何解決到呢一啲問題，有咩秘訣。最多我哋今日見到咧，分台長真係好奇怪，主編開出嚟咧同我哋講話，分台長咧係要令到資源最大化利用啦。而關愛財咧，其實今日從來冇規定過咧，普通人可以使用，呢個從來都唔係關愛財帶嚟嘅問題。今日咧，例如殘次有空置咧，我哋係咪就要取消咧？因此咧，其實今日有分台呢個準則唔合理。我哋今日真係要審視嘅係對整體社會而帶嚟咁多正面定負面嘅影響。因此咧，嚟到結尾嘅環節，我哋從三個方面去審視今日嘅辯題。先嚟睇下今日關愛財本質方面，今日有分台咧同我哋講話，關愛財喺本質上面係一種強迫性質。然而咧，有方一副影指出啦，其實關愛財從來都只不過係鼓勵人哋去讓座，有方台咧冇辦法去反對。最近今日有方台咧以偏概全，佢咧同我哋講話會有批鬥啦、世代矛盾等等啦，但從來都只不過係舉咗一個我踢青年人嘅例子啦。但呢啲鼓勵係咪能夠蓋過廣泛關愛財帶嚟廣泛正面嘅影響咧？有方台咧無論性普遍性，亦都冇話俾我哋聽影響有幾大。故此咧，其實今日呢個本質上嘅問題咧，就代表你要取消咧我剛才明白啦。再嚟睇下啦，呢一啲遲到賣路啊、社會矛盾都係少數人流曲關愛財嘅原意。而公審咧係源於網絡風氣，讓座真係其中一個公審嘅議題。議會亦都承認呢一個，有方議會亦都承認啦，於是嚟退台嚟講啦，充其量係少個加劇咗。但今日有方台從來冇領情過，咁取消咗之後咧，網絡矛盾、網絡公審咧係咪真係會冇咗咧？台南嘅例子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唔係，因此道德綁架其實從來都唔係關愛財帶嚟嘅問題，而取消咗之後咧對道德綁架都冇任何利處。而今日方台嘅態度咧其實就係怕公審，於是咩都唔做。但呢種本末倒置、因現實嘅狀況又可唔可取？而副問佢有方台，有方台唔敢答。而之後辯論後場，有方台都唔敢再提我公審啦。我見到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咧本質上問題唔成啦。我哋再嚟睇下咧今日關愛財嘅執行問題。有方台咧轉變台嚟講啦，唔係所有有心人士都能夠受惠。隱性專業詞咧就唔敢錯，而咧其實質詢嘅環節有分學承認咗有明顯需要嘅人咧能夠幫助到，只不過咧係擔心一班隱性專業詞錯誤到，而議府咧有分主動提出咧話，其實呢班隱性需要嘅人咧表面特質咧係睇唔出啦，於是咧其實我方今日從來都冇話唔幫呢班人，而我哋係一副嘅例子都係，其實當呢班人坦白地提出自己嘅需要之後，同樣能夠享用關愛座，呢個係咪真係關愛座嘅執行問題咧？再嚟，我哋今日有分學咧只不過舉咗兩個例子啦，佢同我哋講經痛同埋血管瘤嘅人士嘅例子，但呢一個咁唔普遍嘅情況係咪就代表我哋今日要取消關愛座咧？有分學從來冇論證過，而佢哋喺取消咗之後如何獲得幫助，有分學亦都冇提出過。相反，其實今日有分學咧知道佢哋取消關愛座之後咧獲得咗嘅機會率更加低，呢種本末倒置嘅做法根本就唔可取。再者，我哋從第三個方面睇關愛座嘅成效，今日有分自由辯論問咧，關愛座靠運車門佢方便咗上落啦，老人家失平衡個案咧少咗一半，係咪成效咧？有分學通通唔敢認我哋，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關愛座的確有利於呢一班有需要人士。我見到其實今日取消關愛座咧，百害而無一利。最後我哋嚟睇下今日有分學提出嘅反方案啦，譬如同我哋講咧，加拿大咧會立法啦，但呢種更強硬嘅手段對於今日辯論影響好咗咧。今日有分同學咧話唔讓咧會俾公審，但我哋今日用加拿大嘅例子係咩？唔係公審咁簡單，而審完之後入獄啊嘛。而且呢條今日呢一個手法帶嚟咗更加大嘅弊處，加深世矛盾，究竟係咪一個可取嘅做法咧？最後位，我方今日固然明白咧，如果香港人咁樣自動自覺讓座係好美好嘅一件事，但事實上我哋見到香港人嘅讓座意識尚未成熟，喺等候地鐵期間，大家人爭先恐後逼入車廂衝向座位，但高大便便行路不便，有冇話冒險一人一人嘅風險？而行到無限嘅老人家都揸唔到座位，之後於是咧佢入到車廂，坐喺度嘅人抬頭望到佢哋，得翻呢頭嘅橫掂啦。呢個就係寫照。但咁有方台咧，為咗啲唔跟屬於關愛座嘅問題咧，要摒棄社會之間嘅人與人之間嘅關愛。但方咪正正透過保留關愛座，去提醒大家讓座本身帶嚟關愛嘅重要性。呢個互諒互讓嘅社會係咪先係我哋希望見到嘅社會？定係好似有方台咁以個人主義為先咧？多謝各位。反方結辯發言嘅時間為4分0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最後由正方協調作業，還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在座，大家好。聽咗分同學咁耐發言咧，難怪佢哋都仲係覺得批鬥係冇問題㗎。有方義父頭先一開始所講嘅隱性需要，佢哋家都完全冇講過喎。就算有啊，而家有隱性需要，有好多人讓座咩？我哋見到結果係冇嘅。佢哋成場講咗好多次巴士門口，就算巴士，佢哋覺得巴士只要掛住喺巴士門口附近咧，就一定要推嘅。
但係而家就算擺喺門口啊，咪係冇人坐，咪係冇人坐，咪係走，佢哋全部都覺得啲浪費資源嘅地方咧係視而不見嘅。佢哋仲覺得咧，其實我工廠本身就已經負面嘅，但係風就覺得係常態喎。批鬥咧，因為幫我出現咁嘅點啊，只要養作到咪得咯。咁樣咧，你唔係提倡緊養作文化，係提倡緊批鬥文化嘅風學。我覺得咧，亦都從來唔承認咧，關我作係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如果隱性需要嘅，即係可以坐到嘅話，就唔使台灣就唔使隱性需要嘅停止啦，係咪先？總之今日成條辯題咧，因為關我作為代表簽署錯，令到佢哋今日成為社會上一個極具爭議性嘅話題，而喺呢套爭議過程入面，就正正出現咗好多呢啲批鬥事件。無論係普通嘅乘客，定係坐喺關我座上面嘅人都好大困擾。搭車翻工嘅後生仔冇得坐啦，有咗兩個月身紀又唔敢坐，貧血、心臟病、白血病，一切有隱性疾病普通人坐咗都仲唔俾你哋拍片。咁多嘅病徵咧，唔能總結出關我座病因，實際上就係呢兩大標籤問題啦。首先就座位標籤出現咗問題。佢覺得老人、孕婦、殘障等呢引起關咗上面嘅四大圖案咧，本身根本就唔可以有效咧涵蓋所有需要坐嘅人。而從今日討論亦都可以見到，圖案標籤係永遠冇可能完善到嘅。隱性需要嘅人有千千萬萬種，個座位無論點樣標都唔可能發現先。本來冇需要嘅人坐咗咧，未必一個問題，但就因為關我座係關我座呢樣問題。乘客對呢個座位嘅期望就有新嘅睇法，最慘嘅就係呢啲社會嘅目光又形成咗第二個標籤嘅問題。第二個標籤問題就落咗喺普通乘客身上。今日我哋提出咗咁多批鬥嘅案例，見到無論呢啲嘅評論係幾咁合理、幾咁熱人，但就因為有關愛座，就令到呢啲人變成咁啦。乘客望住一張紅色嘅關愛座，就會好先入為主咁覺得你唔係老人家喎，你唔係大肚婆喎，坐咗落去就一定係有問題。佢哋目光偏頗，的確係一個問題。但所有嘅問題都係環環相扣。當座位上嘅標籤永遠唔完善到，對乘客嚟講，老人、孕婦呢啲應該坐嘅呢啲直線思維自然咁樣好容易出現。當乘客錯咗觀念，認為座位應該老人家專屬，我老人家出唔出聲，矛頭都同年輕人對上。鬧你、拍你片嗰個就算唔係嗰個老人家，但逼你企完身之後，咪個老人家坐翻。年輕人同老人家之間就自然加深咗矛盾。我就上網睇一個網民嘅網民片段，問一個中學生點睇因為關我座打架嘅事件，佢就答我：老人家係固執啲㗎啦。正正就因為關我座標籤，令到年輕人覺得老人家一定奉旨拎到呢個關我座。各位本身係值得犯錯的，但就因為呢個係人生全世界嘅觀念錯，關我座就成為咗佢哋罪惡蔓延嘅溫床。有一個喺台灣嘅案例，就是一個老伯伯坐咗喺關我座上面都提心吊膽，佢一路坐就一路用手機 check， 一路用手機上網檢查睇自己係咪真係坐得關我座，畫面係好心酸的，但證明咗關我座標籤嘅問題既影響到普通乘客、隱性需要乘客，連原本標籤包括在內嘅老人家都一頭霧水嘅時候，仲要台灣已經先認知到今日我方所講嘅標籤問題，出咗啲隱性需要貼紙俾有需要嘅人貼在身上而減少尷尬。但我方依然見到極多批鬥案例出自台灣，不過閉上咁堅不可破嘅時候，取消關愛座先係幫到所有人嘅辦法。況且我方都已經幾次辯論就講過，喺2016年台北就有近萬人喺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主要求廢除國愛座，就連台灣都覺得坐緊關愛座咁大力嘅時候，廢除關愛座就係唯一嘅出路。多謝各位。原來講述錯語，佢係可以自行決定留唔留翻，係嘛？呢段發言時間為4分08秒，小超前得最後分。比賽告一段落，大家請留原位稍等一會。咁啊，首先要讚下正方同學啦，係嘛？咁啊就即係
係賽前有啲嘅意外咁啊，但係我欣賞咧係咯，即係你個體育精神嘅問題啊嘛，即係會扮打咁啊，我就打埋佢咯。啊，咁因為同埋我估個賽制本身都即係又真係未去到咁關鍵致命嘅，啊，仲有兩場嘅，所以咧即係呢場都盡力打埋佢係嘛，拉近分差，甚至睇有冇機會啊，即係贏到係嘛。我估都即係呢個體育精神好重要嘅咁就咁當然喺闖闊之間變咗有啲嘢可以再諗嘅。我因為我有 passion 放咁變咗咧，我都覺得隱性需要嗰樣咧，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哋有足夠時間去諗咧，我個人覺得就即係正方唔係大點嚟嘅，因為真係就係嘛隱性需要咧係你取唔取消都幫唔到嘅。即係呢個咧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如果諗得夠詳細，你知道即係呢樣嘢嘅，同埋佢哋就真係薄咗嘅喺今日嘅辯論嚟講啊。第二咧就係一個反意義係嘛，就係證實啦，因為真係好闖決係嘛。我講一正方咧，即係咧加拿大嗰個理論上都係屬於關愛座嘅延伸嘅細節嚟㗎，因為咧嗱，你知如果冇關愛座之下，佢嗰條法例執行唔到，因為咧就成車廂嘅人都要拉緊牽涉到啦，因為你冇固定關愛座嘅話咧。我點解淨係告主辯唔告你幾個先係嘛？咁啊變咗咪係我呢個老人家我揀咯，生個女仔冇啦，我就蝦你，你又咩啊？你唔養就拉係嘛？咁你知啦，即係如果要執行法例咧，理論上就應該有固定嘅位置，即係嗰啲位置目好唔會多啊。如果多嘅話咧，就牽涉到尋日呢個警察一上車就成車人都拉㗎係嘛？咁所以咧，你知呢個因為真係準備得闖決啲，變咗研究上係即係可能未夠仔細，咁係呢兩個位啫係嘛？咁其他咧，我覺得反應啊各方面都唔覺有大問題，咁所以即係繼續努力係咪？咁啊，即係真係啊，唔好因為一少少嘅，即係今日少少嘅，即係唔好踩啊咁啊，即係影響之後啦，同埋啲言論都永遠都係我哋長遠發展嚟嘅。好啦，反方啊，都有啲嘢，因為我係 cap 正方嘅，係嘛？咁咧，其實你問我咧，就有啲嘢咧，我都想問下你哋。咁啊，唔使即場答啦，大家翻嚟覺得即係即係我問得低能嘅咪算啦，係咪？你都問得啱嘅，翻嚟再反思下，有冇得答啦，係嘛？我會覺得就係三樣嘢啦。第一咧就係嗰個關愛座咧，嗱，你哋即係都正路嘅嘛，通常問我，我鼓勵即係唔係強迫，但係你明白就係、是、其實去到個位，咁即係嗰啲人帶住我哋坐，你覺得？即係我覺得咁嘅正方，你知即係未追到最上。你覺得嗰啲人可能厚住面皮坐咁，即係點啊？即係根據到嗰個邏輯就係佢哋都冇錯。唔係如果俾我就即真係逼你，係咪冇錯先嗰啲人係嘛？咁如果 PD 或者公面我就逼你嘛。如果你話嗰啲人係錯嗱，咁我就即係嗱，咁即係其實你咪認同嗰啲人要公審。如果你都話其實嗰啲人真係冇錯，咁呢個關愛座同普通座有乜分別係嘛？即係我就想。睇下逼多啲啊！究竟你出嘅立場係點？咁啊，可能你話其實我好清楚，我答過啦。咁啊，如果係就 OK 啦，係咪？第二樣嘢咧，頭先嗰場我都講過嘅，咁咧就係話咧，批鬥嗰樣嘢，暫時係啦，即係又係大家都我覺得個批鬥嘅本質係唔同咗啦。好正路嘅反方就話你取消咗關愛座都係會有批鬥文化啦。但係咧，我作為 cap 正方嘅時候咧，我同啲隊友我哋隊員 cap 完咧。喂，冇咗關愛座之後，個批鬥嘅本質係不同咗，批鬥嘅表象係仍然有，因為點解？係嘛嗱，喺有關愛座嘅情況，即係我主辯坐咗關愛座，我批鬥嘅就係主辯，喂，你坐住你都唔讓，係嘛？甚至你讓完之後，我都仲可以鬧多你兩句啦，咁衰你開始霸住我位，係咪？但係你明白，如果冇關愛座之下，而我仲鬧咧，表面上我可能都仲係鬧緊主辯，但係實際上一負二負。其實如果在個鏡頭度認埋你哋，你四三個都有份噶嘛？因為點解嗱冇關愛座嘅情況下，點解你哋四個唔贏？而家就變咗咧，係嘛？我哋啱啱就諗到點樣歸納呢個現象。有關愛座咧，你只能夠針對人，你唔能夠針對事。喺冇關愛座情況下，嗰種批鬥係針對緊讓座成個成車廂嘅人嘅文化問題，而唔係針對緊坐關愛座嘅人嘅問題。咁呢個就係咧，牽涉到甚至影嗰個自己。如果影嗰個都係一個坐喺度嘅人咧，就笑得仲勁，係嘛？話你嗰個掛住勾搭都唔去讓座，係嘛？咁我本能啊，個本質有啲唔同咗。最後於是咧，你哋我覺得咧個反方主線有啲露底牌咧，就所以咧個本關愛座本質冇嘢嘅，我哋要宣傳教育嘅係嗰個關愛座嘅誤解。嗱，我呢樣如果俾我係正方，如果 cap 得夠足咧，我覺得呢樣就要足啦。喺冇關愛座情況下，大家都要嘥公共資源、公共嘅時間去宣傳啦。我宣傳嘅係人人讓座嘅文化，即係四位都要讓座嘅文化。
喺有關愛座嘅情況咧，大家都要用啲即係你啲廣播時間啊，用啲鐵路海報去宣傳啦。但係你要宣傳嘅咧，係如何正確使用關愛座？請勿謾罵關愛座人士。咁啊，如果你嘥咗嘅宣傳資源係用嚟宣傳緊關愛座，就唔係宣傳緊讓座，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冇關愛座咧，就可以好 general 咁樣，即係總之就係個人人都應該讓座，而不是某個位。要讓座，係咪咁啊？咁即係有少少意見。好，咁啊，我退場先，唔好意思。唔該曬蔡正容老師嘅詞語。而家再請徐淑文小姐為雙方做啲。其實我一開始聽正方嘅主持，我第一樣嘢會諗。就係你會講一樣嘢叫做取消特權，因為關愛座標籤上面嘅人等於有需要嘅，咁我就會諗，如果我連呢個基本嘅階級都冇，咁我點樣去豁免呢個有需要嘅？咁我其實你個豁免最真樣唔存在。如果我連呢樣嘢我都唔要嘅話，咁正如你哋話齋，假設我真係冇關愛座，我淨係罰款啦，我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咁我都一樣係判斷唔到邊個叫有需要。你哋口中嘅隱性需要依然都係幫唔到㗎，因為我都係睇唔上。所以其實個重點係在於我冇辦法去分辨究竟邊啲叫做有需要嘅人，或者你哋口中隱性需要嘅人。咁我就會諗，咁呢個取消關愛座與否都唔係一個解唔解決到嘅問題。雖然我覺得你哋數有關愛座嘅弊處，你都要諗關愛座衍生嘅弊處係唔一定等於取消關愛座能夠帶嚟嘅利處。我覺得兩者之間係唔一定等於，所以當你哋要將一個關愛座衍生嘅弊處，亦是取消關愛座帶嚟嘅利處嘅時候，我諗你哋要選擇。例如話頭先講嘅批鬥文化，或者係你頭先講嘅人性需要，咁兩者之間嘅銜接，你哋可能到嘅推論要做得好啲，咁先會表達到。有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你提出一個反建係好嘅，即係你嗰個感覺就係你唔係取消關愛座，你用其他嘅 solution 去解決。但我覺得略嫌個反建議一你唔係解釋得好清晰。例如話你就咁話俾我聽，唔讓座就罰款啦。咁我就會諗，咁你點樣判斷唔讓座係合理與否咧？咁如果我真係冇呢個需要讓座，咁係咪又要罰款咧？咁罰款嘅準則又如何去釐定咧？咁其實如果你要去釐定嗰個準則嘅時候，係咪某程度上你都標籤咗某部分嘅人係特別有需要咧？咁變咗呢個位，我覺得你一係就解釋清楚啲。如果唔係咁，我聽落會有少少唔清楚。好，去到反方，我覺得。在高年的時候，我記得對面問過你很多次有沒有任何方法去解決所謂的批鬥問題。我們現在你們的第一個想法一定是批鬥都不源於關愛座，但是也無可否認的是的確是有關愛座令到批鬥某程度上加劇了，那會不會有方法可以令到這件事減少呢？我覺得其實正方與其剔一個純粹說關愛座是鼓勵大家去讓座的這個立場，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關愛座是一個最基本的保障，即係你單純靠教育或者宣傳令到人人都識讓座，咁呢個係最理想嘅烏托邦啦。咁但係呢樣嘢係近乎冇可能實現噶嘛。咁所以關愛座就一個最基本嘅保障，就係你坐得喺度，就等於你有呢個責任義務。一有有需要嘅人問到你，你就必須要起身。如果你其實係一個冇需要嘅人，你坐咗喺關愛座，你冇敢做，而你承受輿論壓力，咁呢個係一個教化嘅過程。但係如果倒翻轉頭，你係一個隱性需要嘅人，而你無辜成為箭靶，咁即係個問題係出喺你冇辦法判別有判別一啲隱性需要嘅人士。咁正如你哋之後都有提出過反意，咁我咪用標籤制度。咁當然，我覺得你真係用一個所謂嘅標誌制度，即係我覺得我冇記錯，日本嗰啲、韓國嗰啲有咁，其實你可以講得仔細啲，或者講下個成效係如何。咁你會更加能夠說服到我就係、是、其實即使隱性需要嘅人關愛座都幫到嘅。因為佢都能夠優先使用關愛座，咁起碼關愛座就唔單止幫到明顯有需要嘅人啦，佢連隱性需要嘅人都能夠吸引。咁我覺得呢啲係少少我聽落覺得最大嘅問題啦。咁位上面其他嘅問題，你哋有？唔該曬，姚淑敏小姐嘅言語。最後有請羅思華老師作言。首先，我覺得真係辛苦曬警方，即係你要幾多時間嚟準備，我唔知道，但係我諗應該就唔多，即係陳老師，我懷疑啊，頭先
你一路上喺度揾稿，即係將本身攞嚟諗住係 rebuttal 嘅嘢，變翻做你主線入面講嘢啦。咁我睇得出呢個明顯痕跡嘅，係即係好難免咁，即係話，因為呢個傷害係一定嘅，即係亦都即係喺個所謂嘅公平嘅賽制底下，我哋都我覺得唔應該俾佢分，即係呢個係即係。要理解嘅。咁我講下反方先啦，因為反方因為其實就即係我今日好開心可以睇住緊中學女名賽嘅比賽啦，係嘛？即係呢個兒童級嘅女拳係嘛？咁即係應該要好翻，咁有少少心，有少少，因為反方咧就嘗試咧就將關愛上。嗰啲造成物，即所謂嗰啲批鬥嗰啲文化咧，啲問題啲人咧，即分開咗，即你講佢本質冇問題，呢樣嘢本質冇問題嘅，啊，都係嗰啲人有問題啫。OK， 我覺得呢種推論有問題，因為咧，你係將一啲本身嘅暴動作變成咗文化，而你變咗嘅時候，係令到有啲人係方言錯或者嘅錯嘅時候。優先嘅市場，咁所以其實佢係本質上係真係令到一啲人係有所謂叫做即係分配嗰啲人損失咗，啲人唔得到。咁我諗呢個你唔能夠好明確話佢係一個即係忠誠嘅樣嘢，佢係有帶有一啲嘅影響喺中間。咁呢個就即係你哋可能因為佢本身佢係一個政，佢係一個政策。政策咁而呢個政策行咗出嚟嘅時候係，如果係即係令到某啲人係有機會受損，咁其實佢已經唔能夠話本質上係一種造成嘅。咁呢個我諗需要講清楚。咁而另外一樣，我覺得係即係你哋有一個講法咧，我覺得其實就佢有疑問嘅。咁啊，即係你哋話咧，就係一啲有隱性需要人咧，其實佢都係錯，我同意啊。絕對啊！即係我如果見到成車，係嘛？淨係得我得後面同阿嗰幾個人，我坐關我坐右邊，我聽下我又唔係坐住人哋坐冇問題嘅。我係好同意呢樣嘢。不過即係我講緊呢樣嘢就係真係有機會有一個所謂衝突嘅情況出現。你又真係唔敢坐佢咧？咁啊，即係好坦白講，就佢哋隔離，佢哋可能冇即係 call 嗰啲數據出嚟。或者啲統計出嚟，你應該有揾到喎，情況有，多數人係諗錯。咁而出現嘅結果就係成棚人圍住一個吉嘅位咯，咁即係係咁樣嘅情況，即真係可能覺得自己 marginal 係即係完全嘅，雖然我都成日覺得我自己係健康㗎，咁但係。即係我真係唔敢坐佢，因為如果唔真查嘅，因為嗰啲我真係唔係好敢坐，真係我啲坐我抱咗 B 我先敢坐落去，真係係嘛？即係我抱咗 B 我都驚我坐落去真係鬧，真係係啊！我覺得係可以講得咁輕鬆話，你想坐就可以坐，同埋你講話俾人聽，你有需要人哋就讓或者你，其實呢樣嘢我質疑到。即係可能性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你提出都係話有一個嘅標籤嘅做法啦，即係話如果即係你嗰邊都有講，正方有講啊標籤嗰樣嘢，其實我就即係佢哋冇就住呢樣嘢交鋒啦。咁你好似兩邊都做呢樣嘢，但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嚴重呢樣嘢咧，咁你其實都可以。都可以討論呢樣嘢，就係即係方唔方便做呢樣嘢，係咪啊？即係當然個標籤嘅設計可以好，即係可以好，即係例如話佢設計冇講明你係邊方嘅，即係你都可能係私底下向某一啲職員講咗，然後佢俾個標籤你咁樣。咁當然巴士我好質疑做唔做呢樣嘢嘅，地鐵 OK 嘅。地鐵係真係 OK， 因為你走入票務中心，你可以好避難嘅 ，OK， 係冇問題。咁但係當然又麻煩咗啦，又走去票務中心啦，係咪先？
咁但巴士真係完全幫唔到，可能就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即係嗰個標籤，如果係話俾人聽你個問題乜咧，我覺得有啲人會真係會介意嘅，話俾人聽自己係咩問題。即其實的而且確嘅，即係如果啲人咧望落去正常，係佢真係病咗，佢又唔方便企咁耐咧，你冇關愛座咧，佢哋係坐得輕鬆。呢個係不能夠否認，即係佢哋係真係坐得輕鬆，因為佢即係鬧都可能未必鬧佢啦，鬧大咗嘛，係嘛，係嘛？咁即係所以個如果係有關愛座，跟住就嗰啲隱性需要人坐落去嘅，的而且確係好正常嘅現象，呢個真。即係無論佢攞檢唔檢到自己係一個隱性需要人嘅身份嘅時候，都有相關。當然咧，即正方嚟講就係個問題，就係今日拋出咗個反建議，咁而呢個反建議其實就係真係有嘅，係真係。咁其實點執行，我諗就真係冇講清楚，因為你可能係反方嘅方頭，知咩？你應該會咁做啦，或者係咁做，所以你嗰度即可唔可以用你翻樣嘢咁樣嘅？其實我覺得你講全部嘅，真係，我覺得就係。你望嗰個義務一定要做，即係其實因為當然同係利弊連係啦，即係就嗰樣嘢本身嘅利弊嚟講，其實你都冇一個必須性係話一定要去話俾人聽，仲有啲其他做法㗎嘛。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嗰個必須做，你個做法其實可以係乜嘢咧？其實你就係取消咗全部變翻做好咗，可以係咁咯，係嘛？咁即係罰款嗰樣嘢就。即係的而且確，其實我覺得係比較傳統啲，真係。即係你的而且確，即係你就睇翻加拿大嗰啲做法，我覺得都有好多反對聲，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好順利去做嘅。即係當然係佢可能係逼到啲人做嗰啲改變嘅，但係逼噶嘛，即係呢樣嘢。就係你都中意逼工啦，你正方都唔中意人哋逼人哋去即係讓座啦，係咪 ？OK。咁所以我諗就最主要問題出嚟嗰個反應嘅咯。咁另外一樣嘢就我覺得你哋今日嚟講咧，就高德嘅數據最少，我就明白，即係因為你哋嘅數據應該係應用唔到，即係例如話有幾多人其實實際上係即係並唔係去養咗啊，嗰啲數據其實你應該係即係打正方嚟講，我就知道都有多啲反數據，咁就即係可能你哋。聽住白方冇啲嘢，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哋喺一個用診嘅時候，即係去揾料咧，反而變翻重啲，可能係一啲即係緊要啲嘅，都係你哋講嗰個反應上，即係我覺得啲時間可以做，即係佢鋪陳嗰啲嘅數據，可能係更加即時有效啊，有少少建議啦，多謝各位。今日嘅比賽結果已經喺我手上，而家就由我嚟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一位，反方一副。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係零，反方得票三。換言之，今日勝出嘅比賽係反方奪得獎項。比賽到此結束，多謝大家。